是太极妹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练习阳门32式太极刀。现在我们练两个动作，平搭和斜推刀。我从前面一个玉女穿梭的最后第4开始。好，我们平搭有4次。好，往4:30和1:30的方位进行。但是我们4:30的时候，我们斜角拉出去的时候，平拉的时候，我们会在正前方再靠近斜角推出一点点，所以刀尖是往斜角方位走。好，那我们的手是往腰间靠，然后踮脚。1:30的方位，我们是手不在汗。推刀。